林姐已经拿到上神台了，上神台了，上神台了，感觉如何？上神台了，我很激动，很激动，很开心，很感恩，就很复杂的心情就是了。但是可以得奖很开心，是，而且就是今天就是有叫另一半帮你一直在按投票这样子。我相信我的粉丝团真的非常积极在为我投票，所以真的要感谢 The Backstage Team， 还有所有喜欢我的观众朋友。拿了第十座十大了，就是想要什么去庆祝？我真的很想跟家人庆祝，很想吃两包快手面。快手面，对，你是为了这个去吃可口面。我看报道说，就是你拿了十大之后，你就会就是开开心心去选婚纱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已经有款式在就是头脑里面了吗？其实还没有，因为现在是专心在红星大奖上，所以今天之后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安排婚礼。哇，再次恭喜恭喜！要做一个美美的新娘子，希望吧，希望。所以有没有想到明年拿这个超级红星的时候要穿些什么？哇，没有，还有这么远的东西，真的是今天还没有发生完。恭喜恭喜！